是冷眼长路仆，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了了空万古。风后雨迥然阴寒恨天雨，一笑了了空万古。风后雨。南无楞严会上活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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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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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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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道友们啊，大家上午吉祥。阿弥陀佛。那么今天是多少讲？第二十三讲吗？啊，楞严经呢，我们今天差不多能把第三卷讲完啊。那么一直以来呢，讲到前三卷的内容中呢，特别是这个悉数真心、十般显现和慧思可容器大这段经文。基本上咱们今天讲完就可以说把最难灌过来的经文已经给它灌过来啊，最艰涩的啊。那么一直在此之前呢，大家还记得我们悉数真心十般显现，基本上啊，在整个佛的一大教法中呢，我们都在四依法里边也有说依智不依什么呢，不依识啊。一旦说起说我们的思维意识这个层面呢，肯定就把它化为什么，是妄想分别执着的幻象层面，是假的啊。那么相对于这个幻象来讲，就会讲到有一个智，就是真智，是真的啊。那么这些教法呢，通通都称之为什么呢，是一个权巧之说啊。你看楞严经里边也是从前到后有转化，一开始在证破这个实心的时候，讲到实的时候都是讲它的虚幻性不实在性啊，毕竟没有体啊，乃至到这个十番显现中了还又在旁破代说，反正就是不给他一点宽容，说这个实是幻虚妄啊。但是呢，从这个啊，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开始，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讲到七大的最后一大，就是讲到这个十是如来藏妙真如经啊。那么在这个层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要给灌过来，怎么呢？为什么前面都说是智妄，都是最妄的，就妄到极致的，这里就最后讲到了它是智真，本来就是如来藏。我也不知道讲了这么些天的，这么将近啊好久的楞严经了，大家对这个如来藏，你们现在有一个概念没？什么叫如来藏？
真身在哪里？怎么显现的？你现在在这个习惯性的思维中，如果你稍微调一下自己的正念，能不能就是把这如来藏这个变法界的这个灵动性给它调出来呢？有这个能力吗？就稍微一起关照，因为我们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在此之前一直在讲空如来藏。空如来藏的话，针对这个妄识来讲都是错的，假的，空的啊，这是一个分水岭。所以说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刺激讲法啊？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在前面初机初心，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基本属于初心，刚开始找点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悟，要去修，一定要从方便，就是从实，一定要从实的层面转向智的层面，从实见智。啊，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一定要先开始要抉择这个真和妄，舍这个生死的根本，取这个涅槃的妙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直在破这个妄识，决定不用这个妄识。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我们进入到什么了？慧通了，就是一切要开圆解，要普遍的圆融，那么就没有一法不是真的，没有一法不是如如不动的，乃至一切的念结圆融都是一真法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融这个识了。你看，还是我们这个妄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刺激？大家要想，如果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你能够啊不知道这个识是妄的，是假的，对吧？那么就一定会把它认作是真的，是确实的。你看现在我们的科学，现在的论证，现在的经验证明啊，你看昨天我还跟一个北大的老教授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的话我就非常震撼。为什么呢？人家都是研究一辈子什么的历史呀，这些人文宗教，最后他说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人有一个最大的错误，相信逻辑推断，不相信什么呢？直觉。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现在好像出去做个什么调查、调研或者什么，或者我们评比的时候都会给他打分，对吧？填表啊，下来统一统计完了以后，才整个大家所谓的啊，有时候我们说大家投个票，反对还是通过，以什么呢？大家发现了没有？是不是真的以正确还是错误为判别标准？是吗？那是以什么？对，少数服从多数。那么问题是，多数一定是正确的吗？你看，就是我们不相信直觉，那么在妄想中，从来都把妄当作真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有真，不会去觅真。在这种层面，我们一定要说这个妄想是妄的，还有真更向前求，要去求真。那其实我们从六度开始，五蕴开始，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把这个如来藏这个妙心呢，给埋没于我们的勤见尘劳中，都是如此。不相信直觉，来发现直觉就是咱们一直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名词，有一个还记得叫做什么呀？叫做什么？唯识上常讲三量，对，三量里面的限量，直觉就是限量，就是不加思索嘛。我不是老给大家讲不容分说啊，所以你有时候说的确实都简单到极点了，但是我们就是在复杂堆里面泡惯了，怎么也简单不下来啊。而这次呢，我们就开始要讲到第七十大。大家想十，眼耳鼻舌生意，每个都有十，眼识耳识鼻识生意，每天的六根对六尘佛三十的六十啊。当然这里的十大呢，主要以眼见就是以这个见的这个眼识作为代表来讲的啊。那么其实我昨天备课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呀，前面这个地水火风空包括见的时候，已经就是极其难理解了啊。因为你想难度在哪里呢？
我们要说一个直觉的事情，还必须依照推理来说明。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要说一个直觉层面，可是现在还必须利用这个推理层面，所以就讲起来非常难啊。你看，以往老是说这个妄识妄识，现在呢要讲到实，就是真，就是智，智就是实，真就是妄，妄就是真，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一个原则，什么呢？如果认识到实都是智，那就是智啊。如果你始终迷了智，把它迷作为实，那你就是实，就在这一念之间来回波动啊。那我们今天要讲到十大，大家下意识做一下，你看十嘛，就是两别，所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分别、我们的认知，主要的还是我们现在的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它的作用，六根门头就跟我们爪子一样伸出来，眼耳鼻舌身，一切我们当下的感觉，把它锁定到在一个实的一个境界中来。大家仔细反观一下，这个实。那万一成佛以后，还有实吗？还有吗？大家想想，成佛了以后，这个实没了。可是问题是，这里说辨识法界妙真如性，成佛了以后，实到哪里去了？对，智，就转实成智了。那么根本意义上，真正有是这个实转成了智了吗？是什么？是什么？其实就是觉，把妄识觉照觉悟成什么呀？智慧了。这个实或者智，它是一个方便的形容，对吧？实就是智，智就是，就是一个灵知灵觉不昧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存在感。但是我们现在存在感在妄想中转识成智，归根结底就是觉，自觉觉他，本觉子始觉，最后觉醒圆满，最后的无上觉，就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开始给大家交代，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当然下面呢，我们要从理论上来论证，还是依着经文的这个脉络，一起跟大家观想这个十十大啊。好，大家一起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一大段经文啊，就从阿难训示无远开始。找到没有？好，一起来，阿难训实性无远，应与六种根尘妄出，汝今遍观此会甚众，右目行立，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歧，汝时以中四地标指，此是文殊，此富罗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时了之，为声以见，为声以相，为声虚空，为无所应，突然而出。阿难，若汝实性生与见中，如无明暗，即与色空，四种亦无，原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实？若汝实性生与相中，不从见生，亦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属，即无色空，彼相尚无，实从何发？若生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变，似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应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除此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纵发汝实，欲何分别？若无所应，突然而出，何故日中别时明月？汝更细详，微细详审，见汝汝心相归闲静，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实言，因何所出？
时共建成，非和非和，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应时缘，无从自出，若此时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天地虚空，地水火风，君民期待，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初伏，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因观此六处实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汝原不知，如来藏中信实明知，觉明真实，妙觉湛然，愿周法界，含土实虚，明有方所，实验发现，世间无知，后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气度，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好，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啊！大家来看啊，这是佛呢要给阿难讲到这个十大，也就是与这个所有在场的贵众啊。那么首先这里讲到说，阿难六识的了别之性，它是没有根源啊。大家一定学会随文入观，你看这里佛就说实性无缘，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了别实性它没有根源。大家想，我们明明平常是看见东西了，哎，我就看见东西，听到声音了，我就听到声音了，一切是好像是有外有内，有进有退，有知有不知，从不知到知，这所有都是循序渐进升起的，怎么这里讲到说没有根源啊？实性无缘。那么无缘是怎么样呢？凭借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根尘相互为缘，虚妄而出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根尘妄出啊。那么你现在他就以这个根尘妄起为例呢，以什么呢？以眼识为例。这里大家记住啊，没有讲到眼耳鼻舌身意，只讲了眼识啊。你看汝今遍观此会甚众啊，你现在用你的眼睛啊，循序的去列览一下，像眼睛像周围巡视一下啊。这里讲到说极目周视，淡如镜中，就像镜子一样，这样关照一般看着现场啊。你看大家读到这里，你看人家这现场是什么现场呢？看到了吗？于一日时中四季标识，此是文殊，此是富卢那，此是目犍连，此是须菩提，此是舍利弗，都是多闻第一，这个神通第一，智慧第一，乃至文殊菩萨也在场。你看人家这现场，再看看咱们这现场啊，你看啊。所以他就讲说，这是你的分别识心，则与其中次第的怎么样标明指向说，哦，这是文殊菩萨，这是富罗那尊者，这是目犍连，还有须菩提，乃至舍利弗，此时了之，都是用识来了别。你看那这个如意识中次第标识，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每天都在认知，念念都在认知。那么他就问这个阿难，反观什么呀？这时你的这个眼识能了知的知性啊，此时了知是怎么样呢？是生于眼见呢，这是第一个层面，还是生于成相成牢啊，这是第二个层面，还是生于虚空，这是第三个层面，还是没有声音突然跑出来啊，为无所应突然而出，到底是从哪来的？这是设了四问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是生于见中。阿难，假如果啊你的这个实性呢是生于见中，那么生于见就是生于眼见，对吧？那么这个眼见呢是只有眼见，没有什么呢外尘，没有色这个明暗色空这个尘境，对不对？那么如果没有明暗及与色空这四种成像毕竟没有的话，那么本来就没有你能见的见性，因为见性是以什么眼？以外在的成像而显现，对吧？
那么这个见性没有，何处发起你的眼识呢？你不是说眼识从见性生出来的？这是地点就框在这儿了。眼识从见性，见性从成老，成相没有，明暗色空没有，因为你说只是从见生出来，说明跟成没有关系，对吧？那么现在见是依成而有的，你说是从见生起的，见还等着成来生，你的识就生起来。这是第一个，从见而生啊。那么第二个，若汝实性生于相中，这是从你的成相中来生的话，假如果按你所说不是从见性生的，那么没有见性，既不能见暗，也不能见明，明暗都见不着，那么也没有色和空这个分别，那么比这个成相尚不可得，你这个见性从何处发生呢？啊，因为你现在说你这个实性是生于成相之中，可是不要忘了，实性一定要跟见有关，对吧？现在你说跟见没有关，跟成老，那你是眼识从成老中生，可是成老一定要有见才能生识，那你说从成相之中生起也不对，这是第二问。嗯，那么第三问是什么呢？若生于空啊，你看，非相非见，非见如变啊，就是说假如果你这个眼识是生于空的话，那么首先来说它不是从成相生，对吧？其次也不是从见性生，这两个既不是见也不是成啊，说明就既不是从眼见也不是从外境界色相生，那么没有见性就没有能辨之性，你怎么能知道明暗色空之法呢？没有见性就没有辨别的这个功能，对吧？那你怎么去辨别明暗色空呢？这是说什么离根就没有成，离开眼根的见就没有外在的成啊。如果不是成相，不是从成相而生的啊，那么灭去了所缘之境、见闻觉知的能源之根，则无处安立啊。大家看到这句话没有？嗯，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对吧？那么无处安立的话，这就属于离尘无根，那你这识怎么生起呢？离开尘没有眼根呀，没有眼根哪来的眼识呢？没有眼根的见何处生眼识呢？啊，所以说生于空的话，因为空的前提就是既没有见也没有尘，对吧？那么你离开内根外之见和外界外境之尘都是空的了，你这个见这个了别之识从哪里生起？没有地方生呀！啊，如果你一定说从空升起，还说这个空是有一个空，那么你这个空既不是根的存在，也不是尘的存在，你这个空发出纵然能够升起你的眼识，你这个眼识去分别什么呢？空空如也的东西，你去分别什么呢？假如果说你一定认为说这个空是有的，就跟物体一样是存在的，可这空里面既没有根性也没有外尘，那你这个根，你这个这个识去分别什么呢？因为你识是从空升起的，这是第三个，识没办法升起啊。最后说你看纵发汝识欲何分别，最后说是若无所因突然而出啊。假如果你说你这个了别的识的这个功能是不是从这个因缘所升起的，是突然自己出来的，没有因没有缘，那你何不在日中别时明灭呢？这就更给他提了个难题了。如果你的眼识没有因缘突然生出来，为什么不在有太阳的时候？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话就是意思说，既然没有因缘，那么我们一般不是白天能看见太阳，了别这是太阳，对吧？那没有因缘，应该在有太阳的时候突然了别，说月亮也出来，这是月亮，反正你也没有因缘啊。因为有因缘的话，一定是在白天了别太阳，晚上了别月亮。你说这没有因的话，那有太阳的时候也会突然间伸出你的眼识去特别了知有一个月亮在哪，看见太阳也应该看见月亮，因为你没有因缘。
啊，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不是这样子，现见就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佛就在这里又给他讲到了说，汝更细详微细详审，啊，就跟让他进一步仔细再去观察说什么呢？这个能见之性呢，是托于你的眼睛之命。大家随着这个文啊，能见性是托我们的眼根而起，所见的外境成像是推当前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里面可以有构成形状啊，这个有相之色境，也可以有没有形状的无相之虚空。你的这个生识之源到底是依何而出呢？你看，如是识源因何所出？你是依何而出呢？我也在看着大家，大家也在看着我，我在讲法，就问一会儿是问大家，一会儿是说对不对，一会儿说你听懂了吗？就是所有的这些了别依何而出呢？特别是你们看着我的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内的这个能见的这个性，这个了别的功能是从眼睛呢，还是从境界呀？不知道它在哪里，在哪儿呢？啊，也不是从空中生的，到底依何而出呢？啊，我们再往下灌，你看后来佛怎么说的啊？实见实动见成，非合非合，闻听觉知亦不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讲的这句话有点稍微有点突兀啊。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合合生一个实，对吧？它一定是体性相关的一类东西才可以。那么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个什么实，它是分别的，是属于动向。因为我们的实不是在不停的，你看我们的分了别之性，不停的在起灭生灭，对吧？这个实呢，它是一动向。但是我们眼睛的能见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是镜像，安静的镜啊，这里说的是澄清的澄啊，就是这个见性没有分别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安静的东西，对吧？可是一旦分别了知的成有实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律动的东西，因为实是明动的了别的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体性就各异的话，怎么合合起来性，就是怎么合起来了别呢？啊，你看这里讲到了，非合非合，闻听觉知亦不如是。啊，你包括你我们的说见，包括耳朵闻，所有的觉知，其他的五识一样，你总不能说这个识的这个因缘是没有个来由自然出现，因为一切万法都是有因缘。那么，假如果有因缘的话，一定是要合合。见跟识合合，你看见了，再跟我的识了别。问题是现在见是一个静的、安静的，识是一个律动的，这两个东西根本就合不到一块儿。既合不到一块儿，就没有出现。你总不能说这个缘是没有因缘就这么突然出现，无从自出，啊，不应识缘，无从自出。你看，啊，下一步是说了吗？若此实心啊，本无所从，当知了别卷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左也找，右也看，怎么也找不着这个实，啊，发现了吧？可是问题是什么？这个实到处都有呀。你能够微细的想省到这个实心本是无所从生。没有一个生灭相出现，那么你就能知道这个了别的实和前面的卷闻觉知等根，乃至地水火风空，大家看见了吗？坚壁虚空，地水火风，究明其大，跟这些一样是周遍圆满湛然常住，其性当即就是周遍的，不是找出来捏出来啊。我们来反观，就这个实，你看你一定要找它在哪里的时候，你就把一个点给什么封锁到哪儿，对吧？停住在某一个方里之间，只有你当体放开了去感受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实无处不在，放开了去感受啊，它不是从原生，
也是从这个无穷的虚空，它就是跟地水火风空间一样的性真圆融我，都是如来藏主要的理性。大家关照到了吗？在哪儿呢？仔细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把这个文贯完啊。你看后来佛就又说了，说什么呢？阿难，汝心粗腐啊，你看这讲了，不悟见闻发明了之本如来藏，汝因观死六处实心，你看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啊，这是又让阿难起疑情了。大家不知道禅宗里面常说有一个疑吗？就在这些平常以为应该如此的事上，一推敲呢，经不起推敲，就找不着。就现在说，你现在啊，仔细的观察，所以不能悟知这个从这个见闻性所发明的了知实心，本来是如来藏。为什么呢？你再仔细观察，这个实心它是同呢，还是异呢？是属于空呢，还属于有呢？还是非同非异、非空非有的呢？首先从正面来确立，我们来了知一下，大家都跟着想啊。这个见闻觉知的六重知，我知道，我明白，这个实心就是这个实，眼耳鼻舌身意识。那么我来问大家，如果它是一体的吗？是一体的吗？如果是一体的，为什么有六种差别用呢？只能够见，只能够听，只能够尝。所以是不是一体的？这里叫做为同，可是它非同。这从正面说啊。那么你说它是一体的，为异，可是问题是什么呢？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意能离开我们现前这个精明心吗？就是观照心吗？哪个不是要输送到我的观照心上去感受，对吧？你离不开，它就是一的。所以呢，说明说同说异都不是当理的，都不当理，不对啊。那你说同说异，那你说它是空的，是空的吗？为什么呢？它有现前的了别作用呀，你怎么能说它是空的呢？那你说它是有的，无形无相，你给我抓出来看。所以这里想到的为同为异，为空为有，正面立立不起来，要把它破掉。可是反面破又破不掉，为什么呢？大家问一下，为非同异是什么意思呢？啊，本来啊，你说如果说不是同的话，依着这个精明的妙觉心，你说它不是异的话，它的六处妙用又是各个别殊的，不一样的。所以你用此知此时，不可说它是非同非异。说非同，它就是同的；说非异，它又是异的。反面，你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啊，你说它是非空的，是有的吗？可是它离开根和尘，没有有，去哪里找呢？你说它是非有，可是是空的话，它能够完全明白清楚，思路清晰去了别现前一切境界。你想我们活着，大家说这个人思路清晰极了，念念都离不开这个了别，你说他能够说他是非空非有吗？啊，所以你看这个四重层面，同异空有，非同非异，非空非有，都说不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呢？离四句绝百非啊，常会形容这种境界。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够去悟。为什么呢？因为同意空有全是戏论，你说它是空有同意，或者说非空有同意，全是戏论。只有离开这个推比，直觉就会显现啊。所以这里才讲到的说什么呢？汝原不知如来藏宗，性实明知，觉明真实，妙觉湛然，周遍法界，含土时期，明有方所。就是指这个实，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智，真智啊，真智是无所在无所不在，当下就是这样的。你当你讲他的时候，说他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十万八千。
所以一旦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什么呢？你看后面讲到的皆是实心分别记录，你看我们要破这个实，还要依着这个实，我们要见这个实，还得破这个实，都是实心分别记录。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这是给大家讲到这个十大啊，十大很难理解啊，理解了吗？啊啊，经文我们就惯了啊，但是如此，基本上跟地水火风空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话，为什么说这个实我们见到它的真的本来面目，就是见到它不能转成质，始终在实。转到质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地水火风空见实全是什么呢？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因为我们觉得说物质性的是地啊，这个流动性的是水，这都属于物质的，包括物质的和相对的虚空的，最少虚空还有个物质给相对呈现。那么你现在讲到这个实啊，上次讲到的见，这次讲到的实，都要融入到这个根尘的物质中去，太难了。大家想想，这个东西在差别向上，要把它融通为一，根尘融合，再去把物质和精神层面又融合。你想，我们精神已经习惯了呀，精神是灵动的，物质是这个死的，不动的，捆然一物。那么你现在他要说，这都是一物，全是周遍法界。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二元分别，敌体相对，两个人两个永远都是二元世界抵触的啊！你看这里讲到了，凡夫一般的凡夫的，我们一定是用我们的第六识元影心，是我们的精神层面，对吧？外在的根生，这是属于我的；外在的世界，这是属于万物，所有这些都属于物质层面，精神物质层面敌体相对，那么就不能遇到这个十大周边。因为它就隔离开了，精神一定是精神的，物质一定是物质。你们想过精神和物质也是一个妄想分别吗？啊，一旦落入到妄想分别，这个实它就是烦恼实，不能够见到它的大周遍性，那它就是实。你包括你看阿罗汉的人，他认为什么呢？就是二乘，他认为根和尘，内根外尘属于什么呢？能生的。这个实心就是我们的分别，是所谓所生的，根对成生出来是什么？根成和实还是什么呀？相抵的，抵触的。你看我们讲唯识，包括大乘菩萨大乘教里面也讲到什么？不是再再给大家讲过什么呢？见相二分吗？还记得吗？见相二分统归归谁管呢？归什么？自证分和正自证分。那么见相二分永远跟自证分和正自证分是什么呀？敌体什么呢？相对，就不能悟到说见分相分当体就是自证分，见分就是自证分，相分就是自证分，自证分就是见分相分，融不起来。所以敌体相对还是妄识分别，周遍不了。但是我们再反过来讲啊，这样我们就要从理论上首先融了。为什么？所有的十法界，地水火风空见跟如来藏本如来藏是一样的。那么所有的十法界的实，当然六道里面叫实，四圣里面可能就叫智的，特别是佛法界那就完全叫大圆满智，这个也跟如来藏是一体的。那么就说地水火风空跟实是什么呢？一体的，完全是一体的，融合的，不能够分开，全是如来藏妙理真理。啊，大家想想，我们说，你觉得说这个地水火风怎么能跟石融，就是说怎么能跟石扯在一块儿呢？还是外在的物质嘛。可是大家想想，离开我们现前的分别石，地水火风从哪来的？这个物质从哪来的？真的是格外的在外面单独呈现的吗？离开石。离开时地元素就没有，火元素都没有，风元素没有，火元素水元素没有，
哪一念现前的认知能离开这个实呢？大家关照这个实呀，这个实离开我们的根了吗？离开外在的尘了吗？就在此处，所有的一切没有离开地水火风，格外而有。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格外，就觉得这个实，唯有实是单独广照望万物，有主宰的了别性。其实就是我的错觉啊。所以你这里讲到这个时候特别难一点，你说它是一体的嘛，它确实不是说跟我们说矿物质一样，里边含了铜呀、铁呀、银呀、金呀，说款然一物。你说它是一体的，它不是这么个组合，就是融然的而不是款然的。那么你说它一体的啊，你说它是一的，它是款然，就是融然一物的。你说它的不是一的，它又是一条一条的，精神就是精神，物质就是物质，地水火风就各个而别。所以这里我们只能用什么如来藏的状态，周遍法界，融入整个法界来进行一个理解啊。当然大乘佛法呢只能说到这儿，再要往上知道的就只能你们去修了，修了修的转识成智，自然一切就明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对这个实的啊，就是灌蒙的，我们就灌到这里。那么后面呢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讲到这个阿难及诸大众呢开始这个明了这个听到这个会同七大以后呢，身心荡然，格物挂碍了啊。当然呢我们在此之前呢我想我们先不读经文了，首先我们来怎么样呢，再导讲一下啊，导讲一下呢还是把这段经文灌下来比较顺啊。来，首先我们来把这里灌下来。尔时阿难和念到说记赞佛，好吧啊，好，大家一起来。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挂碍，是诸大众个个自知心见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依菩提妙明圆心，心经遍圆，含果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比十方虚空之中，非一微尘，若同若亡，如淡去海，犹一佛，起灭无从，了然自知，破本妙心，常住不灭，彼佛何长，得未曾有，与如来前说记赞佛。好，我们就到这里，这段话读起来就顺了吧啊，这都已经进入到平地了啊！一直我们在这个啊这个艰涩的蜿蜒的这个路上行走啊，这段呢，你看读起来这就开始流畅了。这呢是阿难及诸大众听完法以后，一直到地水火风空见时，就等于说会容七大也圆满了啊。整个这次之前呢，都是讲的空如来藏。就是扫平我们平常的一些妄认知，然后呢别列一个真如境界啊，讲的万法皆空，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下，会通一下啊。但是楞严经它的表达呢也是比较格外的。那么这里阿难听完了以后呢，就开始什么呢，有了受用。大家听完有受用，你看人家这受用是什么呢，蒙佛如来微妙开示，以前没有听过，微就没到过这个地步，妙的融会贯通，心开意解啊！你看我讲这个时候也就不用那么吃力了啊，身心荡然，得无挂碍啊！为什么这里讲到的生，就是指的我们以为惯了的妄生；心就是我们执着长久以来的妄心，这两个东西最为束缚我们啊！你看，为什么说三界如牢狱？大家想想，身体是不是牢狱？
绑得死死的，所以就荡然不起来。荡然就是你痛快自在的意思啊。这里呢就是说还有挂碍，有束缚，所以说这里讲完了以后呢，哦，悟到这个身心荡然，就是解开了一切众生原来妄以为这个四大和合是自身相，六成缘影是自心相，只有我有我所。这个时候呢没有挂碍啊，全发现到六识本空，四大无主，动然觉得身心呢，现前的身心呢荡然。也就是说至少从性量上啊，从领悟上，就是我们不是说有正悟和解悟，从解悟上呢他已经到这个地步，没有挂碍。所以你看这里世之大众，包括所有与会的大众呢，也各个自知心变十方啊，大家都心开意解了。心开意解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了 啊大家虽然我们到不了这儿，但是看看人家的感觉吧，啊，去感受一下。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一轮。看到了吗？见十方空，如观手中，你们有这感觉吗？有啊，有吗？你看这里佛讲法呢，特别的就近取材。十观如观手中所持业，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贝叶了。印度不是有常用贝叶写那个经吗？可能那个叶子比较粗，悟呢可能印度常有一种供佛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人都会带那个什么呢，安摩罗果啊，不知道你们可能学习它挺有趣的，那个安摩罗果啊，就是那个物体，大概就跟现场的人都手里拿着这两样啊，那么一观呢，十方虚空都跟观这个东西一样一目了然啊，甚至是不用悟，不是用悟啊，你看一切世间作所有物什么呢？皆即菩提妙圆妙明圆心，心经变圆含果十方，就入到如来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反观啊，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话，一定是心在身中嘛，万法都在心外嘛，所以就被聚集在这里面，超越不了呀。现在他已经转小成大了，心变十方了。万法为心所现了，心包万法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父母所生这个肉身啊，不是肉身，这会儿见到什么呢？法身了、啊。用法身来见肉身，就是反观父母所生之，就在虚空中一样。啊，我记得那会儿印光法师讲开示的时候也讲到，开悟的人见自己的身体就像影子一样，啊，就像飘的一个影子一样。这里也讲到了，就像一个海里面飘的那个什么呢？这叫浮鸥啊，就是那个浪起浪落的时候拍打的那个泡沫，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啊。大家想想，我们平常就是嫌它不舒服，嫌它不好，正不去在乎，你刚才发现这跟个泡沫一样的时候，那是多么的自在啊。我们现在就是不自在，包括讲法听法也是不自在啊。说白了，我们在说手机不要响了，你不要进进出出了，为什么？就是不自在。他这么一动，我就感觉到触犯了我这个范畴了，我的身被他吵了啊，我的心被他动了。这个时候就不是佛物呀，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抱在手里面舍不得丢，舍不得花，佛物不起来。可是你看，一旦这里阿难这里讲到讲什么，已经完全超越了，悟到这个正报乃至这个法身啊，犹如太虚空一样。啊，这个身体就像佛一样，巨海里面的一个佛，那么你说他有什么了不起？我有时候讲到佛法呀，就三个字儿，我们为什么执着呢？就三个字儿，放不开，就放不开，始终就是拿着捏着端着，要当人。啊，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大家仔细去领悟啊！如果你能在这个身心荡漾上，啊，在这个心经变圆含果十方上去反观，就从这个上面着眼，这个东西啊，并不是有多难。
如果你把这个意义理解以后，佛这么说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不要让任何自己的意见穿插进来，大家就这么想，这就叫观，随我入观了。这个观呢，不是说光得坐在一个地方去观，过日子的时候念念的这么观啊，这就不但是坐中修，立缘对境，就依着这个上面，依着这个着眼，于此所述佛述说的这个意义，对吧？佛叙说的，你就依着佛所叙述的这个心境一如。心境一如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呈现的境界，我们每天所取之心嘛，所起心跟所对境，就依着这个理这样调，就往这靠。但是其中要有一个什么呢？你看祖师们讲，他说不犯思维，不就是不嘛？我们说好，他说不，我就要这个啊。犯是什么呢？犯罪的犯。思维就是我们第六意识自我的思维。不犯思维，大家仔细体悟这四个字很妙呀。你现在有不犯思维吗？只要你能够于此着眼，心静如不犯思维，悟悟头头，就是一切的万事万物了然在目，就往这儿会，那么这个妙心自己啊，亦不费千毫之力，自然而然就现前。你看多听讲，不费千毫之力，为什么？因为身心本来就是量州沙界，就是这个样子。只要我们的心不向外持散，那么你每天就这样积攒。我们常说积功累德嘛，常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功行甚深了，积累岁月必得心开，就于此处着眼啊。你看阿难在这里就知道了什么了然自知呀。什么叫做了然呢？首先一个叫做地信无疑了，就相信佛说的这个话就是这样子，万事万物就是如此了，决定不再有疑情了，也不会再穷追不舍再去问佛了。所以有时候回答这个同学们提问，我也说，我说你真的信吗？他说信啊。信了一会儿又说，哎呀法师你说这里怎么怎么样，那里怎么，就开始有疑问。真正信了就没有疑问。疑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犯思维的。大家发现了吗？有疑问不是疑情啊，疑情不在这里，有疑问就是犯思维。自己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这样，或者说法师你觉得我觉得对不对，那咱就都不对啊。所以这就叫犯思维了。了然的话，这就叫了然，就是说什么呢？地性无疑了。自知是什么呢？不假他利的，不要再去问了，自己就悟到了。你也这么悟到了，我也这么悟到了，佛也这么悟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说佛在那笑，只有迦叶宗者跟着笑，其他的人不会笑。为什么？没有悟到呀。啊，这就是前面佛讲的，一切的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现在已经了然知之了。虽然了然知之，可是这个东西是从外面或者从那心弄出来的吗？心获得的吗？不是的，本来就具足的。虽然本来具足，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尝过，这么见过，这么悟过。还这里讲到的说什么？获本明心。这下子我才获得啊！你看莲池大师讲到，20年前事可疑，3000里外欲何其？20年前事可疑是什么呢？就是20年前我就不懂这个，现在我获得了。3000里外欲何其？你就走得再怎么远，再怎么时间久，还是这个东西。你以为能遇到一个新奇的东西吗？20年前事可疑。3000里万愈合起啊，最后想到说焚香正寂红贤士，佛某空中是与非。红香正寂就是我们上香点香和上战场杀人，正寂啊就是那个兵器嘛，红贤士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你看点香的话这属于已经非常清净恭敬，杀人那不是造物正对吗？焚香正寂红贤士都不是事啊，这种情况下才叫做了然自知，获本妙心。从来如此，本来如此，毕竟如此。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它常住不灭。大家能领悟到什么叫常住不灭？我们的妄识虽然在动，就像月亮这个云彩一样不断的在行，月亮没有动，这个妙真如性不生灭。我们这个妄性就像这个水里的船一样不断的在走，可是岸边这个陆地如如不动啊，云行而月不动，舟发而岸不移呀。你看本来都是如此常住不定啊，所以到这种地步了，他才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悟到的，今日听了，今日死悟了，所以说未曾有受益太深了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去听法，听了一句话突然间热情，别人听起来可能常听你没感觉，就你今天到了那个点了，突然间听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哎呦，感动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与如来前说偈赞佛，赞佛了啊，开始赞叹佛了，并且发愿以报佛恩了啊。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下半场讲这个妙湛总持不动宗啊，读着真爽快啊。你们可能也都读过这个楞严咒语，下半场回来继续。阿弥陀佛。普天花雨散花洒，三车虚舍念珠子，我在空地不乐吧。家业永长。